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在忠孝复兴附近，然后前几天发现华山那里有一个角落生物的展，所以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走过去逛一逛。我觉得自从住在学二之后，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不远的地方我都会尽量直接走路过去，然后顺便当做运动跟省钱。所以现在我也要准备走去华山那里逛一逛。好喜欢今天这种凉凉的，但是又不太冷的天气，这种天气最舒服了。就算是平常日也好多人。然后前面有一个 baby shark， 好可爱。但我今天的目的是要去找角落生物的展。来看朋友想看的间谍加加酒。今天进去了超级多次间谍加加酒的展厅。第一次是自己进去先晃了一圈，然后看一下里面大概有什么东西。第二次是进去拍了一个直播给王日轩看。然后第三次就是突然之间在路上遇到朋友，然后就跟朋友又进去逛了一圈。果然这种展览还是要跟朋友来才好玩。看到间谍加加酒的展，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，我就进去晃了一圈。而且听说前几天人超多的，还好我今天是平常日来，其实里面都没有什么人。哎，我看到角落生物的展了，现在进去看吧。一进门是一排角落，好可爱。它里面主要是贩卖纪念品的，然后这只是之前玉轩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超级可爱耶。我想要买这一只，好可爱啊，怎么办？本来自己一个人逛，就在路上遇到朋友，然后进来了第四次的间谍加加酒的展。但我压根没看这个影片啊！你可爱，谢谢。我刚刚就是看到他的标志性的后脑勺，然后发现是你的。是谁？哎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小绒马。小绒马，小绒马。小绒马，这个也好可爱，全部都好可爱。在小绒的怂恿下买了这个，耶！放弃了刚刚角落生物的抽奖，然后来买这个，它一共有五款，可爱，超可爱的，拜托隐藏。其实我比较想要青龙哎，哦，青龙很可爱，拜托是青龙或是隐藏款。哈哈，还可以脱鞋。他有一张纸卡，要先看纸卡吗？纸卡就知道是款式了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皮是貔貅皮，它是带彩啊。对啊，抽到貔貅，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一款的？对，现在开吗？现场开箱是不是？现场开，对啊，因为他已经开出角色卡了，没啥。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元宝吧。貔貅啊，好可爱！哎、欸，黄色哦，这个拍起来好黄哦，就是金黄色的那一种，它充满了金钱的味道。赞呢，为你带来荷兰币，为我带来满满的欧元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打完疫苗的第二天，
这一季是我的第四季，但是这一季的副作用没有像前面三季那么强。前面三季的话，我都会发烧烧到 37.5 之类的，然后今天打的这一季呢，只有烧到 37， 就是有一点点小发烧，但是又没有到真的发烧的那样子。结果晚上就烧到快39度 Q。但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头超痛，就我整个左手就打针的那只手完全举不起来，然后跟我后脑勺爆炸痛。只要我可能从坐着到站起来，或是从躺着到站起来的时候，我整个天旋地转，就后脑勺超爆痛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且昨天打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四季好像只有半价。就是只有打一半而已，就我打的是莫德纳，次世代的莫德纳，所以昨天那个护士长在打的时候超快的，就我以为他还在擦酒精的时候，他就打完了，他就是真的超快，就是、他就酒精压上来，然后针打上来，然后就打完了。所以昨天其实整个过程没有像打前三剂那么痛，不知道是因为护士长技术很好，还是因为打针的剂量没有以前那么多，因为不然前三季的时候他打都得要慢慢推慢慢推，然后那整个酸痛感就没有，是不到不能忍耐，但是 这真的还蛮不舒服的。但昨天那个护士长就打的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的感觉，但我今天头真的好痛，等一下来继续来睡觉。Thank you.